党是一个很大的政党啊，里面的人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啊。那起码我知道的是，党中央没有任何对我有任何指示，那其他人都代表他个人的意见。那我觉得说我的工作是我议员的职责，那党中央也没有对我有其他的指示，那其他的长辈还有个人的意见，我没有办法去让每一个长辈都满意比较开心，因为国民党的长辈太多了哦，所以真的对这些长辈也不好意思哦，我没有办法顺着大家的意思，因为我们议员有议员要负责的对象是台北市民哦，可能不是家里的长辈哦，所以这一点我也很不好意思，我也觉得很内疚哦。那可是没有办法，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是个人的意见，就我们就尊重个人，对。